我暂时不回北陵了，我决定了，继续留下来帮你。 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等下次你回来的时候，叫上老严、苏文，咱们几个一块吃个饭，我就不送你了。 我只是想帮你，可是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无法给予你对等的回报。 不需要你的回报，没有人会甘心付出不求回报。嘴上不求，心里会求。现在不求，以后也会求。昨天你说的挺对的，再这么继续下去，对你对我，都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到此为止吧。 昨天我说要走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因为那天晚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的言行都很过分，对你也的确没有足够的尊重，所以你打我那两巴掌没有错，我道歉。 对不起，高俊，别叫我高俊。坦白讲，现在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对你是什么感情，是喜欢，是同情。 或者是心里的愧疚，我只知道我想帮你，我不想得到你什么回报，我只想看到你活得轻松一点，想看到你不那么痛苦。